我们看第七题，说将动能相同的质子跟电子，质量比大概是1840比上一，分别射向两小孔，则在小孔后方的探测器上所测得的密度分布中相邻两岸线，就是德塔 y 啊，它的这个间的距离比多少？我们知道这个德塔 y 啊，是等于 d 分之 r 安塔。第一是两小孔之间的距离 ，r 的话呢是小孔到荧幕之间的距离，安塔的话呢是物质波的波长，这 d 跟 r 都一样嘛，所以这实际上是跟安塔呢是成正比的。那我们知道电子的这个物质波波长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电子的是112.3嘛，它属于根号多少 ？1k， 1k 的话单位是电子。那质子的话，质子是它的1840倍嘛，就是等于根号多少？1840 1k 12.3。好，所以我就知道呢，德塔 y 电子的德塔 y 比上德塔质子的，这跟什么呢？跟这个是跟这个东西是成反比的，就这样一除下来的话呢，根号呢1840，这个大概多少？1840开根号，根号呢1840。42.8，就直接这样就好了。所以，它是哪个比呢？它是质子比电子的，质子比电子的，他说将动能相同的质子跟电子，所以它是质子比电子的，所以德塔呢 yp 比上德塔 ye， 知道这是。根号呢，倒过来，一米上根号多少？1840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选D啊，答案的话应该选D。